先去了夏威夷，然后再去了日本啊，转机，对，转机，因为一定会日本转机嘛，对，所以就顺便，好吧，那就是带小朋友去一下，所以夏天的衣服，冬天的衣服，全部都要带去，哇，好多哦，所以基本上其实也这个。也是带，哇，那个蝴蝶是你带的，蝴蝶，对，所以这衣服也是直接乐园买的，这个帽子也是乐园买的，去那边很奇怪，一定会买，就是你一定会买，就是一定要穿，因为这个正常来说大概路上有点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你回台湾，你回台湾，很偶尔还是带一下。在那边不买，就觉得自己很像格格不入。对对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就变成是衣服上，我就比较没办法带太多东西，然后就我就变成是帽子，或者是比较省空间的这些哦小蛋品，对。然后就是妆也是可能就是干干净净，淡淡为素颜。对对对，就是至少不要看起来气色不好这样。那我其实，那你发带啊？对对对，我你要教我们，好可爱哦。对，平常也其实我很爱。那这已经是就绑上去就好了，原本就买来就这样。对，它是一个大长圈，对，上面呢就有一个丝带，有没有？它卖的时候就长这样。对对。哦。那然后刚好这个就先打个结，打个结在大长圈上面。哦。就是因为我短发嘛，就是一个立的马尾，就大长圈绑上去，绑上去。然后可能角度稍微调整一下，哦，就这样啊？对，就这样，没有好看啊。真的？等一下，这个有点乱，有点乱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换迪奥了，前面先换迪奥了，好看，对，那我今天的气氛有一点压力好大，六个评审团，没有好看，哎，也有一些这种长型的，那通常就是绑脖子，或者是抱抱上这样包起来 ，OK， 那就是也是可以，你面往上，然后打一个结，打一个结，那也可以一点点打个蝴蝶结 ，OK OK。哦，这个好看了。对，这个好，这个长度比较搭它的那个。看一下你背后，可以可以，这个还行，不错吧？这个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真的，你以后要垫哈，就要用这个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发箍，对，对，很大，可是因为比较大，就是有时候拍照的时候有一些效果，因为有一些高度嘛，对，看那个脸型，就可能直接这样戴着。哎，这个可以，比较可爱，对，好像是有一点戴帽子，啊，很像，对对，可是你戴完我就觉得很像长巾，大长巾的感觉，长工娘娘，对对对，而且这样脸好像会变小哎，啊，因为对对，高起来，头发这样高起来，脸就缩小，脸就缩小，对，就拍照起来就觉得脸缩小，有有，所以我就比较爱用这种小配件，哦，这可以，你干脆借他好了，他还在努力。头发刚好也没洗头，一样黑色。我要把它弄好，你就知道我多。我觉得他戴了发箍再卷会更好看。你要戴发箍再卷，有人好坚持，会更好看。好，待会先等我卷完，先等我。哎，他出国在饭店里面就是那个样子，对，就是有头发要绑咬在嘴巴上面这样，比较方便啦。我们都已经要上主菜了，他还在弄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就，可是我妆真的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多，而且我不太需要。对啊，皮肤好好。我都是也是小小的一包，我平常出门也是20分到30分就。哦，对，感觉他的妆真的很淡，好不好哟你们。对啊，他本来的轮廓就是上镜头那一种，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好像真的耶。嗯，看你本人就还好，但你上镜头。这样比较好。上镜头。肩站那边好硬哦，对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手榴弹。艺人嘛，上镜头比较好看，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，真的啊，对啊，真的哦，了解了。所以他们那种韩国人那种一点点啊，像老师讲的，每次教我们示范的要加强哪里阴暗面啊，那个，对，我觉得韩国人也很会，对，真的，而且他们都画得蛮淡的，对，看起来会觉得很亮，等一下要好好的
请教一下。嗯，请请请请请，我们要来举牌，来来来，啊，对对对，来来，加强还是严格的学习呢？嗯，一二三，两个老师都好严格哦。老师是怎么样？老师中间牌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饰品很加分，可是他妆的部分就会觉得显得突然很暗淡，因为他你看他饰品其实都有一点点小华丽感哦，然后就会显得脸好素。嗯，对对哦对，果然老师看的跟我们不一样，对对对对，整体性对。我给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就不用带太多，然后你出门也对，就符合我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，就是你就一个饰品这样带上去，你也变得很漂亮啊，然后你不需要一大堆东西，然后化妆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其实皮肤平常保养的好，出去的时候素颜反而我觉得很。